几位客官住店呢？我们要三间上房。好好好，先坐下来歇歇脚。上月都不是这个日子，说来就来，下次早点说。哎，客官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啊，这边干净。不靠窗户，没那么大风沙。有什么现成的，全端上来。来点酒吗？地方是我的，货也是我的。你们要是乱了规矩，以后别在我这销赃卸货。操！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雨，怎么说？这大晴天的哪来的风雨啊？哦，看来几位是远道而来的。哎，这位客官打哪儿来？哦，我们打湖州来。哦，到哪儿去啊？去北边。打算住几天呢？明儿就走。人呐，来路不明，不白不黑的，可得多留点神了。一个是官差，一个中了箭，那个穿黑衣的汉子是他们的头。那是个女的。啊，女的？凡是不正眼看我金镶玉的，肯定不是男人。这不对，什么人？本人不干净。
我看你比你看我要看得头痛。热闹呢，呸！你以为我金镶玉怕男人看呢？哼，老娘玩过的男人比你见过的还多呢。瞧你这样，恐怕连蜡烛都没点过吧？是不是厨啊？人呢？有空房吗？哎呦，好潇洒呀，做买卖的。我要间房。哎，要住多久啊？怕我不给房钱。是怕你不辞而别吗？八方风雨不如我们龙门山的雨。龙门山有雨，雪原虎下山。原来都是一个道上的，以后要经常来往。萍水相逢，以后各方面还要你多关照。那得看你的蜡烛亮不亮了。到了。这里是小店，客官里边请。又当家的，今天改穿番邦的衣裳了。还说呢，早叫你们洗洗那个幌子旗了，你瞧瞧，弄了我一身土。这个一定是女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不是说凡是不正眼看你的肯定不是男人吗？这个可不一样，他眼睛是没看，心里可看了好几遍了。瞧这样，他心里不像看着你啊。这次我又可以听到你的笛声了。干活去吧你！别再吹破阵子了。张叔叔，哎，好孩子，你们受惊了。这位是贺虎。这次承蒙各位江湖兄弟拔刀相助，周惠安感激不尽。这叫犬齿刀勾践，是东厂日夜赶制的杀人兵器，全都是置人于死命的，大家要特别小心。
我们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关？越快越好。衙役兄弟，这些银子你收下回家去吧。啊，周大人，这个使不得。哎，这家是黑店，龙蛇混杂，收拾好行李，离开这儿再说。掌柜的，早知道你要来，真不愧料事如神，佩服。要你奉承。我来问问天气。进来坐吧。好清静的上房。哼，这种荒山野岭的地方有什么上房啊？土房子罢了。客官，喝什么茶？龙珠还是土茯苓？这什么花？好精致啊！萝卜花，难道还是雪莲花啊？冰山才长雪莲花。喝茶。你想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就要走。哼，我怕你走不了。为什么？大漠的天气你不知道吗？那还得老板你指点一下。现在是黄梅季节，天气说变就变的，就算大晴天的都会转眼下大雨刮狂风，就算是你出去了也到不了关口。纵横这三十里只有这一家客栈。不管是下雨也好，晴天也好，还不是都在你心里？那要看是谁了。店不留人，雨留人，多住几天吧。风雨多变幻，住店早看天。想不到你还是个有心人。哎，一次生，两次熟，以后还要多关照。那你还要走？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。是肉票吧？还请掌柜的指条明路。哼，那要看你想走什么路了。走明的呢，边关的千户大人跟我是朋友，哪个都得给我金镶玉三分薄面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如果你想走暗的话，让我看看。看什么？金枪刀片最无情了。掌柜的，大家萍水相逢，我不是个知恩不报的人。那你晚上来报。今晚我要是走了呢？你走不了，我等你。我这个人呐，愿意。
意就一百个成，不够高。我要不愿意啊，你一百把刀架到我脖子上都不成。拿走。反了你！你敢？我们是做生意，钱不在乎，最要紧是要住得舒服。我也是做生意的，钱我也不在乎。你不这一来，把姑奶奶这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说怎么办？那你算一算，看看一共损失了多少的造价，三倍一定。这上房呢，还有一间，来。风雨这么大，看来走不了了。等雨停。把行李搬进来。我这房少客人多，你们想住几天？天气难测，这金子你看能住多久？这么大的雨赶路辛苦了，客官喝茶。哦，金老板，这几天有没有陌生人来投店？你是来找人的吧？哦，我们行商做买卖的最怕有麻烦，我不过是行船问路而已。喝茶。要是有麻烦的话，我还敢在这龙门关上开店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。老板娘，这茶真特别。茶没什么，喝着有心吧。家公，你说周慧安会走这条路吗？嗯，去摸摸去。比我们东厂人还狠。别管，雨停就走。谁要来劈了？我们都在这儿。哼，劈得好，劈你妈祖宗十八代。老天有眼。少庆和周彪呢？局长，哎，家公，下雨容易留下脚印。这么大的雨，我们走不了，他们也走不了。对。对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
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过太平日子？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急也没用。哼，这要看天形势。我等不了了。小声点儿，一会儿那帮烟狗杀进来，让人家关门打狗啊！贺虎，钱我没有亏待你，江湖要有江湖的规矩。邱姑娘，我们这班兄弟在贺南山一向出入无挡，是在刀口上发财的。这次为了帮你救人，已经耽误了不少买卖，何况在官府面前露了相，他妈的为了做好人，我们连老本都赔上了。好，那我补钱给你。几位客官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废话。几位请那边坐。顺子，招呼客人。哎，伙计，还不上菜？就来。周彪和少庆有下落吗？怪了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包人死无尸，这事儿有些蹊跷。顺子，要包子。哎，掌柜的，我们不要包子，来一只烤羊。烤一只羊。你们这儿有烤羊吗？有有，坝上大肥羊，昨儿晚上刚宰的。给我们来两只。哦，要两只，就来就来。哎呦，昨天晚上搞了一宿还不够啊，一大清早又来了，别愣着磨刀去。这位仁兄，这位仁兄好相貌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印堂发亮，面带红光，您要有一部好鸿运啊。程先生贵言，不介意的话，想借仁兄掌看一看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呀，官运泛红，时运通顶，前两年有一部官运啊，做了小买卖，现在在哪儿发财啊？哪儿的地不平我就去铲铲，谁家的树疯了我就砍两刀。怪不得仁兄这条官运有点散呢。小弟没有当官的福，我看仁兄倒是有做官的相。何以见得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有穿官靴的呢？仁兄，最近京城里边出了件大事儿，您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出了件什么大事儿？兵部尚书杨宇轩杨大人叫人给杀了。哦，不但杀了人，还要国草悬尸，满门抄斩。兄台，您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真的？哎呦，好热呀！大人，哎呦，不是不是，老爷啊，你帮我看看他命中有没有带桃花？他是掌面带紫纹，两眼带桃花啊。哦，杀杨大人的，就是那帮吃人不吐骨头、长头没长尾巴的混账！